刻，街头魔术秀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今天要见证奇迹的是谁呢？欢迎冠达。话说，冠达这两个字是他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对。而冠达这两个字呢，蛮不适合当魔术师的。但他今天很魔术师。你看他今天穿成这个样子，有被人设计师。比较华丽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就是，可能是不会，没关系。其实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是，魔术师可以改变每个人周遭的空气的状况。哦，认真的，马上就要来变魔术了耶。专有名词叫做分子结构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说你穿的跟我不太一样，对啊。比如说我借一点的衣服这边，哦好，来这边借一点，哦借一点，那我们有分子结构把它放在这地方，只是要握起来，轻轻吹口气，一二三，就变出一个衣服。魔术师好有钱哦，所以我的衣服里面有很多钱呢。那我的也有蓝，没有，它只有我们的，你的是穷的。你怎么没拿我的？哎，冠达一出来，马上就先变了一个魔术，哎，我真的很开心呢。哎，这是对的吗？没关系，那待会十分钟就会分解了，所以我们真没有关系。看一下，不赚白不赚。但是呢，因为空气是抓不到的，所以我这边有准备一个东西，可以把空气包住。这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都用到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气球。I hate you。来，我对他的就是气球。要怎么检查气球有没有任何的破洞？很简单，把它吹起来。你们可以吹吹看。你要吹多饱？就吹大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就最正常的吹吹看。气球它其实是很脆弱的东西。对啊。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它很轻，而且里面的空气呢，就是正常的空气，因为是用嘴巴呼出来的。你帮我拿着。我需要一个蜡烛，蜡烛可以。没有，我们要测验里面的空气是不是正常的空气。我不会吹气球，但是我会变出火。可以，急了，快，这个一定会跳。快点，不能打我太阳能。看一下正常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是魔术师可以改变气球里面的分子结构。待会我会示范给大家看，如何让这个气球不要那么容易的。魔术师竟然可以改变气球的分子结构，让气球变得不容易破掉。究竟这一切是不是真的？让我们睁大眼睛看下去。现在里面有人，我们进去堵住它，它就出不来了。你不能走，就是包围。因为我们刚在路上呢，找了大概100组人，没有人要答应我们，深信害羞。你们人最好了 ，OK 吗？可以吗 ？OK 吗？来，先握个手好不好？寒暄一下。你好，我是魔术师，先坐。你好，啊，他说话不一样。你是哪里来的？你好，日本。嗨，重要的是的，太快就谢谢了。我已经把我这辈子会的日文都说了。对，那这一位呢，就是我们的冠达魔术师，他今天呢要来表现他的魔法。好，魔术师可以改变空气中的分子结构，但因为空气是无形的，我们看不到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这边特别准备一个东西，气球。Balloon，yes，正常的 ，OK， 你们可以吹吹看，因为要检查气球，先把它吹起来，确定它是正常的，来，吹的是，像这样。干巴的 ，Ready Go， 干巴的，干巴的，干巴的。OK， 一样不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需要一个固定的。气球的空气它现在在里面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它里面的状况。对，我们需要来一个测试的东西。好，火又来了。可以帮我准备码表吗？有，这边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可以让气球离火源近一点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变化。如果这个火，照理说放上去，一般科学研究没有意外的话，在1秒钟之内会爆炸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你们今天有。可以测试多久？男生先来好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现在准备好了 ，Ready Go， 开始计时了。那我就要放上去了，这个好，放上去。停，3.89秒，我从 Go 开始就开始了。但他 Go 了，其实有晚一点点放上去。计时了。那我就要放上去了，哥哥，好，放上去。停，所以差不多是3秒。好，三秒。来，女生，来，够。好，大概多少？从放上去开始算，大概0.98。身为一个魔术师呢，
我们要改变气球里面的分子结构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拿着太普通了，来麻烦你用手帮我用手指，对吧？轻轻装着就好了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要放到先放到火的上方。你吹了大颗耶！改变里面的结构，你看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好了，来来，我拿。就这样就不一样了。就这么点，就这样。好来了，好，我们先测试一下有没有超过两秒。对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了。看一下，3.23秒都还没过。刚刚3秒，现在5秒，来，准备，1、2、3 ，Go！ 1、2、3、4、5。7.35秒还是没破，要到破吗？怎么会？不要吗？可是这样子就很厉害了耶！怎么会？你拿的是铁蛋吧？不是，它只是颜色像而已。不是，我就说，就是魔术师就是有魔法，而且都不相信我。再看一次，它是真的有接近火源的哦，很近啊，它很近，我不要，我还要看。你看，它已经。烧到都有点烟了，真的，而且现在到已经累积到10秒了。10秒，那这个是魔法还是科学啊？这件事情呢，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改变里面的分子结构。那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魔术师手上的这个气球之所以烧不破的原因呢，是因为魔术师事前吐了一口水在里面。那这个加热的时候哈，水会带走热量，所以可以把温度维持在比较低的温度，气球就比较烧不破了。